本分局接获报案，在10:30起，在三民区的顶山街娃娃店疑似发生了纠纷，于是我们启动线上的快打部队，立即赶赴现场，并现场逮捕一名滋事的嫌犯陈姓嫌犯。我们同仁到达现场的时候，陈姓嫌犯疑似殴打店家以及毁损外面的车辆，我们全案依伤害及毁损移送高雄地检署。后经警方了解，原来是疑似一对男女在店家的门口发生了争吵，因为声音过大而遭店家的主人跟友人劝阻，两人心生不满，所以店房友人前来理论，没有想到友人疑似喝了酒，不分青红皂白，将店家殴伤。警方呼吁贯彻治安、维护治安的决心，民众切勿一时的冲动而误触法网。警方对暴力行为零容忍，绝对强力执法，勿枉勿纵，以维护市民安心的生活环境。